用990来变取5000块钱这样的小生意，你们感兴趣吗？那么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手上这种发光发亮的小玩具，对不对？990的话呢，在咱们家我手上这些大大小小的玩具的话呢，给到您430个啊！我身后这些小男生喜欢的、小女生喜欢的，通通都是有，像这些网红波波球，还有这些立体的大灯笼，以及这些炫彩球球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些所有的玩具的话呢，430个990你就可以带回家，回去摆个小地摊卖个10米、15米、20米这种模式的话呢，一天的话呢卖出去180个的话呢，收入也是在1800块啊。那么像这些玩具的话呢，你们可以看啊，全部都是带有一个七彩灯光，发光发亮的。在咱们家拿货的话呢，只需2块多一个就可以带回家，对不对？990米的话呢，给到您我身后大大小小的玩具430个带回家，回去摆这个小地摊，对不对？那么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啊，这个玩具的确挺漂亮啊，那么我们拿回来不懂得怎么去卖怎么办呢？如果是我拿这个玩具在运输过程中这边压坏了怎么办呢？这些问题你们完全可以放心。首先呢，不懂得怎么去卖，咱们家会教给你们这些方式与方法，对不对？你只需要懂得收米就 OK 了。如果这个玩具的话呢，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的，那么在咱们家的话呢，也可以给你们调换，对不对？同时的话呢，拿货的话呢，我会给到您这样一个5层落地的移动旋转货架，会给到您。那么你只需要把这些玩具啊，直接往这个架子上面一挂，流动性的去出摊，也不需要店面，不需要摊位，一个人就可以轻轻松松摆个小地摊，对不对？那么拿回去以后直接去卖就 OK 了。如果呢你也喜欢这种玩具，对不对？想要在当地做个小本生意的，那么可以选择咱家这种发光发亮的玩具，只需要990就可以带走430个玩具。